这都是啥呀？强词打捞第四十八天，第一捞走起。兄弟们，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粉丝介绍过来的。粉丝说这底下有很多的好东西。这位粉丝说他前几天也看见有人在这里强词打捞，并且打捞出来一部手机。我也是赶紧来到这边，来到这边真是不容易啊！希望你们多多给我点赞呀。哟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铁盒子吗？我去，应该是一个文具盒吧。咱们打开看看，这里面好像有东西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我去，兄弟们，这都是啥呀？有没有懂行的兄弟们来开始咱们今天的第二捞，走起，走着。咦，兄弟们，貌似好像没什么东西呀，感觉不到重量了。咱们拿上来看看，看看到底有没有东西。我去，还真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哎，不对，兄弟们，好像有。这是一个啥？我去，这也是一个强词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今天的运气不错啊，竟然捞上来一个强词，也不知道这是谁在这里打捞的。如果失主看到这个视频，请告诉我，我好把这个强词还给你啊。再来一次，走你。好家伙，兄弟们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东西我好像在哪里看过，就是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。有没有知道的兄弟们请告诉我。真好，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